哦，我的刚刚伊甸园任务应该是都已经打完了，他现在没有跳数字了。喂，等一下吧。感谢订阅。哎呦，感谢雨之音的订阅，我在录影突然跳出来。来吧，来吧。哦，这个鱼真的不太少了。那我因为现在是没有开书哦，我觉得我应该要跟队长讲一下，我先回去还任务之后再过来，再开个半本书的时间。我现在在剪影片，我才发现我自己少打一个字。哦，进化修道院，自己接什么忘记 ？OK， 升等升 JOB 38 JOB 38了，快！开工，经验值，职业经验值 ，Go！ 我们就跟着人家组队练个半小时，看有没有三等。哦，这样就升一等了。那我们还有两等的路要走，半个小时两等，应该 OK 吧，各位。如果你不想跟我一样用脸扛怪的话，记得放火墙。我老是会忘记放火墙，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贴着打，然后有打到怪，赶快把怪打掉就好了，这样。这就是属性躺地板的原因。先摆这样才对嘛，这样才补得回来呀、啊。想看猫咪一枝独秀，OK， 不是猫咪一枝独秀，是火蜥蜴一枝独秀。这边呢，刚刚说到什么黑猫耳，然后智慧涌现魔甲是我之前转到的，然后我想说小只妖术练等的时候可以用，所以就留着。对，因为目前我只有到加七，然后想说是给小练小只的妖术用的，所以就没有打算再精炼到太高上面去。对，那加十一的黑杖 I66， 这个也是很早期之前在刚开始练妖术的时候就是买起来用的，那也一直都没有卖掉，就这样留着。顺势到后来自己有计划要把所有人物格都练满妖术的时候，这把其实到现在还是非常好用的一把武器。然后我的披肩的话是加十的灭绝狂暴木乃伊卡特 II6。那我的衣服呢？没有插铠甲，不是。那我的衣服呢？没有插卡片。那我这边就另外先暂时用了一个剑鱼夹来防断勇，然后另外这个王室狩猎魔法戒指，这是在王室狩猎活动的时候，会抽到的装备了。变动勇唱减7%。那我们继续哦，后面的装备啊，快死啦！我的服饰头中是用赤者12代，哦哟，快死了哦！我不能一边讲啊！我的头中是用赤者12代的头中，火箭术、冰箭术、雷击术，伤害加20%。那头下是附赤者11代的，也是火箭术、冰箭术、雷击术加20%。我是这样子用。我是这样搭配的，目前为止是这样搭配的。那之后的不管是一代的职业石或是二代的职业石，都看你要不要
来搭配披肩的职业时来做使用，所以我就刚好又是一个在头中，一个在头下。那影子中的手套的部分是我之前在转蛋的时候转到的，对，就是剪咏唱嘛，剪辩论咏唱，所以我会加剪带着，好像只是为了说服自己一样。然后其他部位的话就是影子职业套，那因为你还没有一百等，所以前面的手跟盾是没有办法穿戴的，就穿了影子法师的饰品，然后影子贤者铠甲跟贤者战靴，所以这样子其实这还没有搭到整套的那个影子职业套。影子魔法师坠子呢，火焰之壁伤害加 20%， 那经验每加一的火焰之壁伤害加 5%， 所以我这里加了20%，这里有25%，加了45%伤害。火墙就加了45%的伤害。影子魔法师环的部分就是火箭术、冰箭术、雷击术的变动咏唱减20%。对，目前大概装备就是这样子。哦，跟生命在搏斗，真的。看来这半小时应该会练不太到，练不太到85等。学会放火墙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好好的打了，不用像我这样子，我真的是时长很长就会忘记要放火墙，所以我这个练等的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另当别论。然后现在也才过15分，这时候真的可以来点音乐啊，不然真的会打到睡着。但我现在好像也没什么音乐可以开来听。Oh my god！ 其实前期学会放纸火真的很重要，你只要有纸火放好的话，你看，哎，这样子。对啊，我应该要放火墙才对啊！我的火墙穿那个伤害这么高，我还不放火墙，我在干什么？看，这样都死了，我还在那边。哇，我真的是……正所谓，给点点穿再好的装，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看，我现在没有办法放，就是因为我已经放满三个，然后可能都没有消掉，他不让我放。可是你看这样就可以再放一个，哎嘿，有没有？哇，我的火墙那么溜哈！这里还是要再劝示一句，虽然现在我这里啊，就是装备这样子穿，然后可能有一些真的想玩妖术的玩家还没有办法买到其中一些装备的话，我还是觉得你练等一定要记得带个佣兵之类的会比较好。但如果不想要买佣兵的话，当然也是可以，没有关系。那你也可以考虑去买一顶圣火冠，然后再加上两张火焰秃鹰的卡片。我只是开玩笑的啦，吼。大家可以自己斟酌自己的装备，然后再决定要买哪一个来用。这是我的练等方式，但是不是一定大家都要用花钱的方式来练等。那其实练等这件事情跟穿装备这东西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为你如果不熟玩一个职业的话，你会需要去就有玩过的人给你的一些意见什么的，但是你自己要懂得去取舍分辨什么是你想要的，或是你想要怎么玩的那个方式。很多细节我觉得你不能靠别人给你的资讯然后就朝着人家跟你说的那个方向就去补足别人的那个练等跟装备配的方法。这样一路练上来，我真的听太多人，因为听过太多就是装备的配法啊，怎么样最好，但是那些所谓的最好不一定是你想
或是你可以，就是人家说科尔好，科尔好啊，奇尔好啊，那不是你真的想要花钱下去用的东西，那我就觉得没有特别需要照着别人的给的意见这样子去练等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照自己有能力有办法的方式玩游戏，不要这么有压力的话不是很好吗？当然不能说死，就是现在是不是没有那种不花钱就没办法玩的职业，当然也不是没有，只是你就会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在培养一支职业上面。好的，那我的书也差不多快没了，结果没有练到85，练到84。石头玻璃是95。好啦，那书刚好也没有了，那我们就准备退场吧。我们就先回去，然后看一下我们，要去石波练吗？去看一下石波有没有团好。看一下今天大家打什么哦。苍蝇 ，OK。去打苍蝇哦，中央又不能进去了，中央不能进去的话 OK， 我们走艾尔贝塔。好，艾尔贝塔我们去在这边找到这个船员对话，然后到伊斯鲁德岛卡普拉。为什么？我没有带很多东西啊。为什么？刚刚那个卡普拉就让我传啊，为什么？算了，我把身上的东西卖掉。火大，我真的要火大。搞什么东西？为什么刚刚那边卡普拉他就帮我传，你就不帮我传？好了，可以了，传送到积分 ，Go！ 好，我们在这边出来之后就可以打苍蝇，呆呆接了之后过去。大腿点错了，石头玻璃，有了，啊，缺补打来，我是打扫80，啊，不行，这是86 ，Oh my god， 完了，这该如何是好？这该。完了，我是不是？我好自我走自己练。我呆呆接了。我可以看一下贤者铠甲这个自动念咒50秒内攻击加气动自动念咒SPD 好。这个不重要。好，鞋子的话崩裂术伤害好了，现在没有再用崩裂术。好，火焰之壁伤害加20%哦，魔法师坠子。魔法师坠子，影子魔法师坠子，哦，没补了，快点！没补了，补，吃补。搭配影子魔法师耳环和影子魔法师坠子什么意思？我现在这个是坠子啊，对，我现在这个是耳环啊，为什么又说搭配影子魔法师耳环和？魔法师的坠子，这个是，我看了也不飒飒。